你说连任不成功，你要当到台东马偕医院当普通医师，我当下喜出望外，我马上呼吁市民朋友们说，您这一票决定台东偏乡医疗的未来。我预购了一张五个月后往台东的车票送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诚意到哪里，所以我只买了单程车票。你说连任不成功，你要当到台东马偕医院当普通医师。大家都知道，提升偏乡医疗刻不容缓，所以我当下喜出望外，我马上呼吁市民朋友们说，您这一票决定台东偏乡医疗的未来，请您成全柯文哲服务台东偏乡的心愿。简单讲，成全柯批台东行医。好了，我一直相信，柯市长每一句话背后都有神明，每一个发愿都该实现。我预购了一张五个月后12月25日你卸任当天下午往台东的车票送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诚意到哪里，所以我只买了单程车票。这是一张One-way ticket， 但是上面有数字密码。可是的，你可以好好解读看看哦。你马上夸起来。市长待会解读出来后，那个他告诉我们议会好吗？好，车号跟座位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